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为您而掉，祝您那销魂的笑，嘿嘿。啊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老夫给您带来的这个作死秀啊！我看一下群里面在干嘛。哎，我在 YY 直播，我靠，这种我看不到你们的打字，我只能偶尔切出来看一眼。进去啊，别吓我！为什么好像是没有响应啊？你不准没有响。哦哟哟，这个ping好高，给老子掉下来！妈的，白照光纤好吗？电信能不能靠谱一点？老子卖了肾去办呢！开始行动。对面也是有火，好，怎么说？哎呀，也是得要很小心的。哎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特别容易被亮，你说我能不下去？其实还是不能不下去，还是得下。那还是下。哎呦哎呦哎呦呦、哎、呦！你慢点。妈的！啊，哥看后面，哥看后面。妈的！对这个地图看来还是不熟悉。出来点，出来点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断带加伤害，打得好呀！光伤害没断带啊！哥蹲得非常后面，哎，来搞我呀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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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蛋！上面那个黑豹好他妈厉害啊！哎，哥，你顶我屁股干嘛？啊，我让你，我让你，我让你啊！你赶紧过去。哎我操，五九要被那个黑豹二给偷死了，什么情况嘛？说好的你的这个干儿子系的光环呢？尼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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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我操，快弄死他呀，不然他绝壁要把我们这些人都亮死了，这好烦的呀，真的要给烦死了。我看好这里就行，但我估计他们也不敢太乱了。然后咱们中间肯定要出事，那边然后切出来看一下，歪歪，哎妈的，啊！呦呦呦呦！跳弹！啊，但是断腿了。快断呢，你不能让他接着跑呀，这个。哎，信仰。好的，信仰断带，你敢信。哎，你别修好了，你别，妈的，老子不能，我不能让你动。目标未被击中。哎。出来亮。快亮。打包。我靠我靠。好的，好好好，至少给他搞死了，搞死了，搞死了。你有看到我吗？你没看到，你没看到，你没。去死！敌方探测，呵呵。寻找下一目标。哎呦！哎，我再过来点，打不到了。哦，缩进去了，很机智。因为他还会出来，那后面你怎么打到？我看需要帮一下这面啊，我感觉这边有点危险的。那边绝壁要被吃掉，你看吧，被吃了。那我们这个地方守不住，得要往后退。而且他们黑豹二可以站在高台上面，所以说要非常非常小心。中间那个家伙被吃也是早晚的事儿。现在赶紧换地方，妈，他在那后面打不到。哎呦，
跑你大爷的啃啊。呀呀，啊都快被你给吓死。这个地方不靠谱，我就蹲在这个石头后面。哎，来干我撒，哈哈！炮手重伤，哎呦，我们只能瞎打了。哎呦你妹的，老子都看不到他，能不这样吗？他上的还是金币弹。他妈伤的是我的炮手！哎，你看他们烦不烦？烦不烦？你们炮在哪里飞出来的？我靠！我靠！哎，作死了！他作死了！他作死了！妈的！居然他妈的没掉血！哎，这还怎么打？他要打你吧！敌人的装甲被摧毁了啊！我们走不了了！哎，你烦死了！哎呀！撤吧！我看，难道里面有什么东西了？骚货，你可来了！你个逗逼啊！好久没看你直播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这样啊！来来来来来啊！给你们发上马甲哈、啊！给你们发上马甲！哎，我可能 YY 里面有人在打字。我三四月份打算把直播这个，可能四月份吧，长期给恢复起来啊。而且可能不止我一个人在直播，有些妹子也会来。但是呢，到时候还会不会在 YY 这个就不清楚了啊，就不清楚了。看一下我群里面在干嘛，这全是一些骚货。手机格式化了，去下一个。大家好啊，这群里面有人发了个东西，大家好，我是来找我儿子，他逃课去网吧三天了啊，玩坦克世界，好像军团，游戏里叫什么大神军团长，啊，我对他太失望了，我要带他参加变形记，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妈的！出发！那你这样说，那你们那些老年人到了平均年龄就都，你还是要活的对吧？没谁说让你死了的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哎，稍微有点小卡，这个ping突然上来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点略不开心。他把那个坑占了，那我直接在这儿。而且帧数也变低了，我暂停。啊，现在好了，把降到100以下就好。耶！哎！呵呵，呵呵，啊，呵呵了个呵！哎呀哎呀哎呀，哥亮了，哥亮了，我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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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贴近石头。你打不到我，哎，你打不到我，哎，哥还能横着，你看，啊，看见没？哎，看见没啊？为什么他被打了？为什么我没被打啊？这是智商的区别，啊，哥就是这么屌，哎，哥就是这么骚，啊，牛逼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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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死我了！我他妈该不该动啊？我操！这是让老夫手足无措呀！我还是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吧，觉得待在这里不会有好下场。算了，不要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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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老子亮了，老子亮了，老子亮了！妈的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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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，推到这个后面，推到这个后面，哎。
哎呦我去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，哎呀妈的，我好贪心啊，怎么办？我好想出来打一炮。哎，奶奶个腿的，来吧，我的宝贝儿！哎呦，别急，呵呵，着火了！我操，里面有对异性恋呢，烧死他们，烧死这对！呀，他捡起了肥皂啊，火就灭了。你往前，你往前。对呀，哎呀，我操，狠狠一击没掉血呀、啊！干他呀，兄弟们，干死他！啊，出不出来嘛？妈的逼！哎呀，出来！来！哎呀，我靠！你这个屁股这样不给力啊！打得好！哥亮了，哥往后退，哥往后退，就露个上脸皮给你。但是妈的，老子的扶脚！哎呀，德系的扶脚，烦死了！但是哥又出来了。啊！又打一发，哎，好了啊！这边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往前走一点能打到。哦，打不到，太像了啊！这边估计也没了啊，也没了。啊，猎豹，你慢慢爬啊，我走这边。哥过来看，烈火88那破关。看哥来，哎，我操，房子后面，烈火88拆墙，别急，呵呵，耶，哎，他要强干那个超盘了吗？哎妈，你好烦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寻找下一目标。然后看这边，哎呦我操，上面有东西啊！烈火88，你去打。这边那个 KV 3，哎呀，他出现了，老子打不到，哎妈，你要作死？啊，他不见了。哎。有你好受的，我们重创目标。我勒个去啊，这我能打到他吗？我穿一发试试。哎，不要，靠，不科学。哎，那个五九下去日了他呀，你屌，目标被击中啊，我看你还屌不屌啊。老实了，然后啊，好的，报复亲爹，人人有责啊！共建坑爹社会。哎呀！哎，老子居然没亮啊！我居然没亮！哎呀，不，我亮了！错了！哎呀！哈！快他妈进！啊，好，哎，猥琐大法好啊！天灭奔放屌，哎。人在做天在看啊，啊，哎，我这个没接他的说真相，哎，老子不出去，妈的，你来呀、啊，你不交易萤火虫，我操，哎，那边来了，我看这个，哎呦，不能再前进，妈的，你狗日的，你有种退下来，你只要敢往后面退，我操 ，KV 3还在打我。妈的！哎，你们给力一点呐、啊，兄弟们！搞死他呀！哎我日！哎呦，老子不敢过去对付他。啊，看你们这边树打，哎，这烦的要死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有先往后退一退，啊，超盘在撵他！来，老子菊花过来，把他亮一下。哎呀，老子不敢走！凑！敌人击中我们的。哎呀妈的，菊花被击中！哎呦，妈的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呀，扶脚坑爹！我操！啊，还好！哎呀，哎妈的，又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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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
去死吧！敌人完蛋了！哎呀哎呀，不要打了，妈的，装填受伤了，啊，我要救一下，我要救一下，啊，不是这个，哎，不是这个，啊，对，是这个，妈的，急得老子都分不清左右了，你他妈上来呀，来干我呀，你来呀，烈火巴巴看着你呢，啊，对了嘛。哎，老子打不到他，没啊，你接着打呀，接着打呀！你看，你多牛逼，他根本干不穿你的，好吗？呵呵，哥是不是屌屌的？啊，对面已经妈的快被打成猪了呀！哎呀，哎，你又来了！哎呦呦呦呦，错了，哥错了，哎妈的！金币弹呐、啊！你不要这么狠好吗？素质真是差啊 ！LTDB 遇到他们的萤火虫，我靠 ！LTDB 那个管子有点那啥的，搞不好要把萤火虫给他弄死。啊，我跟着这货走吧，咱们不要分散。哎，你看啊，很懂得起啊，一起走。这真是遭不住了，超刊速度比较快，在前面看，看对面剩下11QV3，那他们残影是在一线这边出现啊，走不过去，打死他们两个骚货！其实可以把这个弄出来啊，哎。你说画质调低一点可以吗？哎，这真是蛋疼呐！老夫专门为了提画质去办的百兆光纤，卖了肾去办的，你们说容易吗？因为前段时间你干嘛去了啊？我前段时间装逼去了。有人说老大看私聊，我把账号密码给你啊，真的。那第二天你的效率值就被我打成负数了，怎么办？我可是这个史前巨坑呢、啊！我现在怎么看私聊嘛？我一看你的账号密码就全国人民都知道了。有人说洛德居然直播了，啊，没事，已经成负数了。我靠，这么屌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啊，这一把我他妈居然活下来啊，简直不可思议、啊！还拉边框，我跟你讲，万一拉不好就神作了。以前就神作过。哎呀，我看看我还差多少经验，80000多经验。哎呀，我特别想把这个打到大白兔啊，大白兔！哎呀，开玩笑，大白兔报复社会呀、啊！有人说洛德，你的声音跟王尼玛好像啊啊！那这样吧，我跟你谈个生意吧。我给你提供一个麻袋啊，你去把王尼玛，我认识他们公司的人啊，能够提供他的行踪，你去把他绑了啊，正好他要上节目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我就顶着他的头套，我就进场了啊，从此以后我就是他了，咱们就赚钱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这个办法是不是很机智啊？时机房啊，哎呀妈呀！好烦的，因为你一直这样说口不干吗？啊，有点干啊。出发。比如说你有那么胖，胖很简单呀，多吃一点，你一会儿就胖起来了。瘦难呀，胖容易啊。有人说飞机同学不在吗？估计还没上啊，所以现在我可以啊使劲的黑他啊！哎，要切克闹啊！飞机内裤避孕套，哎，你看你有那么高吗？我身高应该跟他差不多吧，体重应该也跟他差不多。哎呀，反正大家又没见过他的脸对吧？你们去把他绑了，那我以后就真的是王尼玛了。
哎呀，哥机智不机智？哎呦我操，前面好多东西啊！因为我给你公众号发看得见啊，看得见，但是这两天，哎呀，我一直在外面跑，没上去看。哎，还好还好，并没有那个火炮的。目标被击中。我甩他一发，优先，其实优先打这种弹夹车，它的威胁最大。好的，干掉了。我操，他们怎么这么二？哎呀，你就看到我了，你就看到我了，你他妈再出来！哎，我觉得我要往后面。哎呀，这边要被打成狗了！快跑呀！哎呀，快跑呀，快跑，快跑呀！跑的要的都赶紧跑，不然全都死在这儿了。他们怎么这么猛啊？我他妈怕了你们了！这么多人，你确定你真的要过去？在这都不一定守得住啊！我只有撤到河对岸去，在那边进行一个防守。这里好像是可以直接走过去的。哎呀妈的，不要打老子菊花，我靠！好，土鳖在这里一看，我操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居然给搞成了这样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哎妈呀，我要吓死了！打得漂亮！哎呀哎呀，我扭！哎呀！哎呦哎呦哎呦，看见没？哥的倒车技巧就是这么屌啊！啊，但是我感觉我离死已经不远了。哎，烦的要死啊！妈的！哎呀！哎呀，够了，你们够了！妈的！哎，烦的要死！全体撤离！好烦呐！妈，这种情况你随便你有多屌，你就没办法的呀。那么多人，你除非一炮一个弹药架，那妈的，对面绝壁要说你狗日的啊，开了什么东西？啊，我看一下群里面这帮骚货在干嘛。其实我想去这上面，好戏开场。走，哇靠，御夫座就上去了，他有头啊。哎，算了，我就不上了，我上这个坡太慢了。哎，这德系的老 TD 线好烦呀，感觉没有新 TD 线那么点。啊，上面也过来人啊，我到前面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收过路费应该是收不到的。也就是说整天坏发动机啊，还怎么愉快的交流？不知道呀。妈的，没人去这里啊！打断了我们的履带，无法移动。我亮了，我这就亮了，我灯泡都没亮的好吗？怎么回事？刚刚发生了个啥？这里我也过不去了呀。
我看一下。情况也不太妙呀，老子不过去啊，不过去，我不能过去，只有给他们从上面一阵猛打。莱茵这蹲在火炮旁边是什么个意思？啊，保护火炮。对呀，一会儿就要被捅菊花了，哎呀！恐惧小分队的已经来了，哎妈的，老子亮了，哦，我要被吓死了已经。啊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我啊，还好我上来了。哎妈的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什么意思嘛？要被困守在山头了是吧？哎呦，这！喵王，你好！哎呀！我这打得我真惆怅啊！妈的，你们后面加油啊，不能崩！后面崩了没希望了就。啊，不过后面好像挺猛的，干了个8-3，你敢相信吗？我操！你看他居然选择打我，同系相残啊！哎，他是不是下去了？69是不是下去了？啊，没有。哎呦我操，这个弄不到他的。啊，砍他后往下面走，往下面走，他们人不多了。耶！谁在那里？哎呦，飞机同学上来了，送了两个猛。啊！哎，送了一打，我操！哎，不要装！去死！我操，差点打队友，老子被吓死了！老子估计要上去硬撞了，他们要。你大爷！哎，你好烦啊，虎王！啊，查敌人上去硬捅，只剩下了261。好，261这个还是刺了一发，哎呀，啊算，那也算划算了。有人说豆豆怎么不带？豆豆在这个那边新租的房子那边，在啊倒腾那边的，所以今天没过来。啊，不过不要紧啊，等两天我就滚过去了。有没有组队的活？哎。妈的，这么一说，把他想起来了，啊！哎妈的，有没有嘛？没有啊，19、87，哎呀，算了，老子自己开啊，自己开。有人说这个玩战雷啊，我笔记本玩坦克卡，你个土豪！啊，你个土豪！啊，你真是个土豪！哎呦，我点了什么？哦，妈呀！啊，不是，不是国服吧？是国服吗？哎，我看着这里面有人在弄那啥。啊，飞机说他上学用的半宫本，你妈半宫本都能玩战雷，你真是土豪。哥
应该走那边去。出发。啊，飞机受不了，他说你够了啊。啊。哎呀，飞机也是群里面的一个神人呐、啊。想当年比较早的时候啊，有几大神人，雪爷啊，普二，哎，猴哥香蕉。然后到了后面啊，这个群里面最牛叉的一个神人就变成了飞机啊，群里面大家有事没事就黑飞机，哎，出名了啊，出名。哎，我来什么陆战嘛？我战雷都没更新。哎，不过现在我更新应该很快了，老子换了百兆光纤啊！我今天等会儿完了之后把它跟上。有人说洛克，我要给你生猴子啊！哈哈，哎呦，哎，这些没听到的观众啊，净说些淫荡的话题啊，这帮人太骚了，我群里面全是一把骚货。哎呦哎呦，等会儿啊，他们这边先被压制，他们就会往后怂一怂。我开火就会飞，我等咱们的人压到下，看他们上面有什么东西。我们重创目标，打一炮我肯定亮。那现在我没得跑，所以我先缩进来。啊，你看他会拆房，哎，你再拆。你说洛德，我要看海战啊，好，改天给你搞海战啊。哎呀，海战那岂不是全都是雪爷的范围吗？到处都是水啊，我好怕。目标被击中了。哎呀，不要我错了错了啊啊，我叫你哥了啊，我错了，再打没菊花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，我操，一百他们失败了，白云那没菊花，烦死了。看时间，我先把这把先中断。